个所有艺术表演哈。啊，这是我们帅罗大道具团带的作品。
看吧，可能他们有要晚餐吗？是啊，他们都天黑之后是六点七点，所以我能来一下吗？应该是巷口吧，好像巷口吧，不知道，好像没什么绕啊。就将将归山来，咱兄弟，这是着咱祖庙，南屯新代天王太子，万岁爷爷那个宣家的名。啊，这里感谢着咱，这是你的表咱陈志平贵宾哦。啊，祝花心邀请着所有贵宾，啊，指导团队，啊，掌叫着南屯新代天王太子，万岁爷爷那个祝家当兵的祝贺，感谢。现在要请着咱啊，圣驾要来立标安装。来，我们的行台右侧哈，我们观礼贵宾还有我们台阶，要请让出一个走道哈，咱的行尊要来进标安装。我们邀请我们的蔡总干事，你有接到广播啊？来我们的这个会计柜台这边，好，麻烦我们的蔡总干事。来，现在出桥的就是咱南德宫开机三太子。来，我们这边稍等一下哦，一直到叫咱的万圣爷公。啊，要恭请，邀请到咱的贵宾，我们陈志廷啊，我们陈理事长哦，啊，恭请到咱的南昆新代天父开机万圣爷公啊，圣驾要来立标安坐。来，进来。我们走到金龙，金龙，金龙！啊，感谢感谢着咱啊，贵宾哦啊，辛辛苦苦着咱南昆新代天父万圣爷公的回叫，非常感谢。我们两侧一样要让出走道哈，咱的将军要来立标哈，要来立标。